欢迎来到我的十周年 FanCon 秋风泽的音乐会。Oh my god， 也有蛋糕。在面前十周年 FanCon 秋风泽的音乐会，尖叫声！我跟你们说，其实艾薇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次我丢了钱包，他把我的钱包救回来。哦，对，真的，这个啊，这说来故事太长。那简单来讲，我们约打球，我的皮包留在那个 Uber 的司机，一直他打球与球场找不到，找了大概两个小时找不到，最后他叫我打给那 Uber 司机。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打，好笑吗？哈哈。反正最后是他帮我找到的。那我最近这个教练蛋白有少了一点。Oh my god， 也有蛋糕。我就许个愿，首先，希望我周遭的身旁的好友、亲朋好友跟各位，要讲什么？所有周遭的人都可以平安、健康、快乐，然后简简单单的过生活。第二个呢，是希望呢，虽然这是十周年，但对我来说，它也算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每十年呢，就是重新出发的感觉，就是归零。然后希望在未来呢，不管是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年呢，可以一直不断的陪伴大家，好不好？希望可以做更多音乐给大家，谢谢你们。